线上游戏《龙之谷》的手机游戏《龙之谷神圣天堂》正式上架喽！游戏中可以选择的英雄有以前线战斗为主的战士，后方伤害输出的弓箭手，拥有丰富辅助技能的牧师，以及范围攻击型的魔法师。在战斗中，玩家要透过走位来躲避敌人的攻击。当强力的 BOSS 防御被玩家击破时，就是利用怒涛般连击痛殴的时候啦。除了一般的副本战斗之外，还有巢穴副本，让玩家和大量的敌人以及巨大 BOSS 对战。另外还有像是竞技场等多样化的挑战模式，可以和世界各地的玩家一较高下。怀念龙之谷的玩家们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一款保留原汁原味的龙之谷神圣天堂哦。